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穿着汉服还来我们的地方？我们是路过的书生，前来吃点东西。你的皮肤很白，不像一个男人。 最后问你，到底来这儿干什么？不说是吧？好，你要干嘛？别碰他！你要干什么？老实点！别碰他！站住！别碰他！别碰他！
没事，我命啊，师傅，师傅饶命！我不是倭寇，我是汉人。你是汉人？对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师傅不知啊，倭寇的罗汉一响，全村男人都出来戒备，谁不出来，全家人的性命都难保啊！现在有多少倭寇，多少村民？倭寇不到30，村民不到300。300村民。 对付不了30倭寇，你们不知啊，倭寇十分的凶狠残忍啊！我们曾经试着反抗过，可是你们就放过我吧，我绝对不会暴露你们行踪的。还有没有其他的路离开这条村子？有，师傅，在那边。 倭寇呢，已经走了2个时辰了，需要这么久吗？如果顺利的话，也应该回来了。这群倭寇到底有多可怕，能让侯参军您也无可奈何？东夷营连年战乱，很多士兵打了败仗，无家可归，于是才漂洋过海来到这里。所谓的倭寇，并非普通的乌合之众，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士兵。 而且没有退路，只有拼死一搏。那我们的士兵不是拼死一搏吗？大人说的是，倭寇虽然凶狠，但也并非无敌。其实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倭寇。 和尚，可以摸女人的脚吗？女施主刚才可一直都趴在和尚的背上。你是不是要说，在和尚眼里，女施主和一具尸体没有区别？是吗？禅门当中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公案。 但是和尚的修为还不够，没到那个境界。那你和我说说，我既然不是一具女尸体，那我是李真真，还是十一娘？我来替你说，一切悲喜皆由心生，要试着放弃所有的怨恨。 怀疑、情爱，还有缠绵，这也许会很辛苦，但渐渐会发现，这就是解脱。不想不等于会忘记，忘记不等于从未存在。过去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能不能放下。所以佛曰：不可说，不可说，对吗？ 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我想听点新鲜的。无论你是无想还是沉闻道，在你看来，我又是什么人呢？
没有伤他骨头，扭得比较严重，少走动，养一养就好了。你是李真真，也是十一娘。你和一个叫陈文道的人今生纠缠，今生也被其他人纠缠着，理不清楚。在和尚看来，此生你就算只与陈文道纠缠，也未见得就是美好。被其他人纠缠着，也未见得就全是罪孽。人生如淤泥，混沌有垢，污浊不堪，可淤泥中还有藕，它盘桓错节的根须还思念着它的躯干，撑出了淤泥，撑起了阳光下清澈的莲花，那矗立了淤泥的莲花，今日在和尚眼中，你是那矗立了淤泥的盛开的莲花。如果说涅槃，这就是涅槃。我真的出淤泥而盛开吗？真正的出离，不是只离开这污浊的尘世，而是心中已经升起了慈悲。别忘了，一个是李真真，一个是少林大哥。让我闭嘴！你告诉我，外面有多少是大明的子民？你当时让他们跟你一起冲出去的时候，想没想到过现在这样的结果？愚蠢！你是怕了吗？啊？你是怕了吗？你要眼睁睁看他们去死吗？告诉我，你多少遍，这是在打仗，不是读书。我现在派兵出去，你能保证我的兵不被伏击？他们是人命，我的兵就不是命吗？英勇善战的高将军，你的意思告诉我，你是怕死吗？我和你永远都是对牛弹琴。报，吴小大师回来了。百姓才是我们真正的问题。这些人相比朝廷，他们更倾向于倭寇。一旦开战，他们的立场有可能改变战局。那你们还管他们叫百姓？他们当然是百姓，他们应该被拯救，不应该被诛杀。他们也会因为受到惊吓杀掉我的士兵，
敖参军，在。传令，明日卯时，清剿通倭罪犯。是。等等，他们是汉人，他们是手无寸铁的百姓，他们只是被倭寇侵略家园的百姓，你还要他们做什么？死。而不是苟且偷生。那我们该死几回呢？救下那些村民。倭寇是害，这些新来的官军其实也是害。剿倭若不成功，则害无止境。那明日之祸如何避？不可避，只有替。替？何解？二哥，你觉不觉得这次宁波之行对咱们三个人而言是一个劫？渡此劫，要么毁灭，要么重生，未知。我现在能做的，唯有自信作为，方能不昧因果。与你，你想救那一条村落的百姓，是对的。于大哥，他明日要去那条村落，又错在哪里呢？我现在想的是能少死几条人命才好。随时待命。高将军他们出发了，我真想看看他们是咋打倭寇的。是啊，我也想看呀。哎，该加点水了。啊。哎，你说这么多火药，要是爆炸了，那是啥子样子啊？那场面绝对壮观。Thank you.
廷律令，看见倭寇不报者，斩；倭寇交易者，斩；为倭寇办事，通倭犯国者，诛九族。你们甚至穿着倭寇的衣服，说倭寇话，联合倭寇一起反对朝廷。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？一律斩首！啊！可是我们都是哈人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对呀，我们是哈人，为什么？我们是哈人。你们还知道你们是汉人？先杀他！啊！走！别杀我！我是汉人，我是汉人的。啊！跪下！我是汉人。你要干什么？程文道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倭寇来了杀人，朝廷来了还杀人。那在这些百姓看来，朝廷跟倭寇有什么分别？要造反吗？将军若执意要杀人，杀我。威胁我，出家人以慈悲为怀，我是不忍。霍将军，在。让大家收了病人吧。遵高将军令，收病人。多谢高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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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高将军。
阿弥陀佛，他们说我是好人，我是吗？我是来督军的。是严世蕃派你来的吧？你们可知道对面的倭寇是些什么人吗？龙王会。你们可知道严世蕃刚送了他们四门火炮，可你只有1000多人，连杆火铳都没有，这仗怎么打？你们怎么赢？先生是什么意思？这些火炮是专门用来攻城的，如果冈田破了宁波城，即便冈田杀不了你，朝廷也绝饶不过你。先生的意思是这仗打也要死，不打也要死。严世蕃派你来督的是死军呢。报！启禀将军，探马回报，大批倭寇出现在口袋山附近，意图占领山区，俯瞰城池。侯参军，到。这里就是口袋山，是陈之边最为险要的一道屏障，如果被倭寇拿下这个关隘，那么城池对他们来说就唾手可得。这里三面环山，别无出路，如今他们占了险要，恐怕强攻很难了。我一定要从这条小路强攻。这几乎不可能。为什么？这条通往后山的小路极为险峻，马匹根本都通不过，就算是部族也很难攀越，即便通过小路也已经筋疲力尽，无法作战了。我去。不行，你是医僧，上阵打仗还轮不到你去。明大人，现在阵中除了我们少林僧众，还有谁能够翻越这崎岖的小路抵达冈田军阵，还有体力，还能发动奇袭？待我在冈田后阵发动偷袭之时，你们便可以从正面强攻，同时我会想办法破坏敌军的四门火炮，只要攻破寨门便可成功。你这儿拿1000多条人命在赌，你赔得起吗？明大人还有别的办法？当年我就是从那条路冲上去的，那个惨烈，可我终于没能等到成组的冲锋，没等到。可是现在想来，他是对的。如果寨门不破，倭寇的火炮就会将我冲锋的将士杀戮殆尽。那可是火炮。若不如此，这宁波城的百姓怎么办？这1000多将士又如何？我想愿以善念一世。战是死，不战也是死。那好，我陪你。
我对那儿是再熟悉不过了，那儿的一草一木，我都了然于胸。我是最合适的人选，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执意要去，我带你去。明大人的书信，港田君已经收信。这是回复，说要多少银子？50,000两可以退兵。真退？先生，这就是您的计谋。殊不知，战也要死，不战也要死。死不死的，先打完了这一仗，分了输赢，咱们再说。江龙，来，里边请。江龙，我单给你10,000两银子，你把寨门打开。少了20,000两如何？我还用买吗？那我曾经的20年，你怎么买？当年我混进窝营，等的就是攻破的那一天。可是我苦苦等了20年。等到了我都不相信自己是汉人的时候，还是没等到。为什么？后来我明白了，你们从来就没想赢过，从来就没想。那今天你们还想赢吗？20年前，江龙就是苏子英的兄弟，他是按照程大人的指示潜入了窝营。高寿喜死的时候，港田绑了我和文道，想要威胁你。是江龙救了我们，在洛阳他还救过我和珍珍。现在没时间伤感了，江龙。你明天回去就把寨门打开，我从后山突进。不行，寨门有4门火炮，所以打开寨门，我也冲不上去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也说了，程祖说的是对的。除非把寨门和火炮一起炸掉。
是那个最合适的人。无法